你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赌术高手，我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赌术高手。到台湾来找我赌一场，不然你会遗憾终生的。那预备了，哎，兄弟，过来请啊！周老道的也看得出来，你也是跑过江湖的人。叶教授。 我求你帮我将孩子带回台湾。喂，你乜水啊你？靓仔，呢铺有人潜乜啫？兜大，小朋友，你输咗啦，我四边啊！出蛊啊！如果揾到个船俾我哋抬啦。 每人有300万奖金，香港仔，我知你未死嘅。呢度边度嚟噶？呢度咧就台湾。哇，资本主义的确系有值得学习嘅地方喎。哎呦呦呦呦！卑鄙！你好面熟。 是不是赌神？国外观众，请拍手。